抱拳是抱拳拧身的用法。抱拳在实用的时候，并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这样的。这个架子在全世界都是通用的，是最佳的预备姿势。这在中国宋朝的时候早就有了。岳家拳叫做单边带敌式，肘护头。护心，肘护肋，扣脚扣膝护裆，出身近战，快捷迅猛。先说八番手抱拳的中门打法，一个是揉手法，就像接篮球一样，接住来拳，一揉一拽就滑打进去，打上打下。掏心都可以。再一个是掩手法，把来手掩住，顺着胳膊就打进去了。掩手还可以加上戳脚，踢迎面骨，很容易踢断。是掩手法。可以用来错臂，是中门错臂。拧身错臂更好用。三，合国法。抱拳国打，国打中，国打上。对付虎国多珠。四，插杂法。抱拳下蹲，可以杂肘踢打，下叉踢打，单手下叉踢打。抱拳的偏门打法，六步拧身。抱拳拧身就是一种裹截法，一裹就打。规律是外门手往里裹，里门手往外裹，这也是里门手。抱拳进手的要点，不能顶劲儿，一顶劲儿就进不去了。但也不能退，一退就失去战机。要迎着拳冲上去，但是要有个缓冲力，就像接篮球那样。三，随敌而变，变捋就扑面，下刁就打上，还可以连刁带踢，向上一顶就打脸。滑进，雕捋，上滑进，展眼，拜掌前拳。